放进了一个容器里，好像还加了一把盐，来了一点玻璃，把它们给融化了。哇，看着还蛮解压的。哎，这是刚才的钉子做的吗？打磨了一下，锃亮锃亮的，还刻上了数字。哇，众所周知啊，这六月是个考试月，最近小伙伴们的压力啊，肯定像过了山车一样，这压力啊正在最高峰呢。今天哥哥就带大家来一波手工解压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上手艺人视频了。先来看第一个。哇，好多钉子啊！放进了一个容器里，好像还加了一把盐，来了一点玻璃，把它们给融化了，变成了水。用圆球做了一个模具，这模具里面竟然是沙子。哇，看着还蛮解压的，把刚刚的溶液倒进去了。哎，变成了一个铁球。这是刚才的钉子做的吗？打磨了一下，锃亮锃亮的，还刻上了数字。哇，没想到这钉子摇身一变，竟然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台球。这手艺人视频看着确实解压。回旋飞镖，这不是暗器吗？要拿它来做模具，咱们看看最后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吧。又来了点溶液。全部都给倒进去了，给它敲一敲，开始脱模了。大风车新鲜出炉啦！现在看起来还不太值钱，咱得给它打磨一下。果然，打磨完就变成买不起的样子了。哇！手艺人视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解压呢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右边点点小东西，点赞过万的话，咱们再来第二期。